Hello， 大家早晨，大家大早笑，晨。欢迎我你哋，欢迎大家咧翻到嚟一齐崇拜啦，欢迎烟唱同埋我哋网上嘅会众一齐翻到嚟嘅。咁我哋开始嘅时候，想请大家一齐起身啦，同我哋一齐，我哋用诗歌去开始我哋今日嘅敬拜，一齐崇拜，我哋将我哋心思意念一切都系交上俾主。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举起双手赞颂。不如我哋嚟多次好唔好？太高啦！我哋要嚟多次，俾最好嘅交俾神。我，为我舍身。
忘人生，不担心，因有你伴我行。靠着你，能走出黑暗。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都可得到的帮助。因此地虽然震动，群山虽然崩塌，入海洋的深处，我们也不害怕。虽然海浪翻腾澎湃，虽然山岳因波涛汹涌摇动，我们也不害怕。主啊，多谢你，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只要去到你那里，来到你的跟前，你会给我们力量，你会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医治。在疫情的当中，虽然我们有很多事，有很多事都是不可以好像在以前这样去的模式这样去进行，但是你给我们的生命的力量，我们和你的关系不会因此而隔绝。我们的信心仍然在这里，主要今天我们仍然有信心，我们仍然这样去跟随你，教会仍然是存在，我们的崇拜一切是如常仍然去进行。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是从不改变，你是永远没有改变过，你是永远给我们有这个力量去继续，你是我们一生的依靠。感谢主，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大家请坐。想听我祷告，陪伴我走过每个黑夜，安慰我，明白我软弱，辅助我，引领我向前行。来到你跟前宣告，你是我神，我力量，你是我的山寨，是我保障，是我拯救，你是我唯一的依靠。就是的我的山。
兄姊妹早晨，咁啊，能够可以同兄姊妹一齐喺台下边咧去唱歌赞美神咧，其实是一件咧系好开心嘅事情。咁希望咧，我哋每一个人咧都能够感受得到啦。我相信咧就系我哋嘅敬拜乐队咧，佢哋都摆上好多时间去预备，同大家一齐嚟到去敬拜。咁啊，今日我哋咧嚟到係講一個嘅題目，呢個題目咧就叫做燔祭。咁我哋做一個祈禱先啦嚇，大家主，我哋嚟到你面前，我哋求主你我哋同在幫助我哋去明白你嘅燔祭有裏邊嘅意義，讓我哋係更加親近你落嚟時間交託，奉靠救主基督耶穌名求 ，Amen。OK， 咁咧就係咧我哋好多時候咧都係咧。看聖經的時候都出不到埃及的因為為什麼呢讀律法書的時候去到這個的出埃及的二十章之後都好像有些困難沒辦法再去樣今天嘗試講一個題目就是利未記過了埃及之後 的第一章裡面我讀給大家聽因為時間關係就我讀得快一點大家有個小小的印象因為這樣說他說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佢讲嘅话咧，你晓谕以色列人啦，你哋咧喺中间咧有人咧，如果你都系献呢个供物俾耶和华嘅时候咧，要从呢个牛群、羊群当中，或者献呢个嘅畜生为呢个嚟到供物。第三节咁讲，佢话佢嘅供物咧要以牛嚟到为献祭，就要喺会幕门口献一只咧没有残疾嘅公牛。可以咧喺耶和華面前嚟到啊蒙悅納，佢要按手喺呢一個嘅燔祭牲嘅頭嘅上邊，燔祭就便蒙呢嚟到悅納啦，就為他嚟到贖罪。第五節咁講嘅，他要在耶和華面前咧宰呢個公牛，亞倫嘅子孫作呢個祭司嘅咧就要奉上呢個血，把血咧灑喺會幕門口壇嘅周圍。那人就要剝去呢個燔祭牲嘅皮，然之後咧呢個把呢個燔祭牲啊切成咧個塊一塊塊咁樣。祭司咧同亞倫嘅子孫咧要把呢個火咧點喺壇上，放在壇上，把柴咧放喺火上邊。亞倫嘅子孫作祭司咧要把肉同埋肉塊同埋呢個頭咧，並且嗰啲脂油咧就擺喺呢個壇上邊嘅火啊柴上邊，但燔祭嘅臟腑同埋腿要用水嚟到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都係燒喺呢個壇上邊，當作燔祭獻為與耶和華馨香嘅火祭。第十節咁講話，人嘅供物若以綿羊或者山羊嚟到係獻祭，就要獻上沒有殘疾嘅公羊，並要把羊宰喺呢個壇嘅北邊。在耶和華面前在亞倫子孫作祭司的呢要把羊的血灑在壇的周圍 要把這個壇的祭牲切成一個的筷子然後呢就是連頭呢帶脂油呢祭司就要將這個呢放在這個壇上面來燒這個臟腑和內臟和腿呢就要洗淨祭司就要全然咧嚟得係奉獻，係燒喺呢一個壇上邊。呢、这個就係燔祭，係獻於耶和華為馨香嘅火祭。第十四節咁講嘅話咧，佢話人奉耶和華人奉給耶和華嘅供物咧，若以鳥為呢個燔祭嘅時候咧，就要獻斑鳩同埋初鴿。但係呢有少少唔同咧，就講到咧就祭司咧。这个是祭司做的就是将这个鸟就在坛那里将头就抽下然后将鸟内脏就拿了不要羽毛不要然后就摆在坛上面来烧然后你会看到就是最后一节这样说他说祭司要在坛上面在火的柴上面来焚烧这是燔祭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好長啦，大家睇完之後，就係因為咁嘅緣故，你知啦，我哋讀呢啲經文嘅時候，你要發覺咧，你好重重複複咁樣啊，咁跟住咧，你就覺得好難再去咁樣啊。不過無論如何，我哋可以今日完成嘅一章呢、这個舊約裏邊咧，律法書咧裏邊咧就係咧
利未記呢個地方咧記載咗咧五種嘅祭，五種嘅祭字，其中一個咧就係燔祭啦，一至五章裏邊講燔祭、素祭、平安祭、贖罪祭、贖顯祭，有呢五種嘅祭字。咁咧喺呢一個嘅即係我哋進入去嘅時候咧，我睇睇呢個燔祭咧，今日咧我哋就係睇呢一個第一種祭。咁喺今日裏邊咧，我哋會見到咧，就有啲基督徒咧可能會問啊，喂，既然咧耶穌已經成就咗呢個救恩嘅時候啦，咁我哋仲使唔使即係喺舊約嗰啲律法啊禮儀嗰度咧，即係去咁清楚啊，即係瞭解得咁清楚啊？咁其實咧，據我自己所認識咧，我就覺得咧就係咧，能夠瞭解燔祭咧，能夠幫助咧我哋咧係明白神啊喺我哋嘅救恩上邊。基督耶穌的寶血的作用，亦都幫助我們去更深的去了解到呢，即是我，去這個救恩，即是我們，神給我們救恩這一份的意義。那在這個解釋，即是這個燔祭的時候呢，你會發覺呢，原來呢，即是你了解燔祭之後呢，你會再看其他祭的時候呢，你會更加曉，即是知道呢，這個原來燔祭就是一個認識其他祭的基礎來的。利未記第一章裏面講及咧，就係咧好詳細講到有三類啦。頭先大家讀經嘅時候咧，你會睇到咧就係頭一類咧，就係咧就喺牛群羊群當中嚟到係咧係選出嚟咧，咁就係三節至到九節啦。同埋第二類咧就喺十節至到十三節咧，就來自羊群當中嘅綿羊同埋山羊。第三類咧就係咧係嚟自飛鳥啊！你睇頭先睇到啦，咁就係咧講及啲斑鳩啊，或者係初鴿。咁呢啲咧就係咧神咧即係諗得好仔細噶啦，即係你唔會話你係冇嘢嚟到係奉獻俾神、貢獻俾神。窮嘅人咧即係都係咧可能有啲即係斑鳩啊、啲雀鳥啊，用雀鳥啊嚟到係我哋做個獻祭。嗱，對於每一個獻每一類嘅祭嘅時候咧，其實咧嘅過程咧，頭先讀完之後咧，你發覺咧都係大同小異嘅，冇乜太大差異。首先呢，我們看看呢，就是呢，這個祭物呢，如果來自牛啊，或者是牛群羊群呢，我們就必須呢，這個祭物呢，就是呢，是要是一個沒有缺陷的，啊，如果它要是雄性的，而是呢，它不能夠呢，是跛啊，它不能夠呢，是，即是，有殘疾啊，或者是盲的，或者是有疾病啊，不行的，即是你不可以帶這些東西來的，因為你，就是，是不可以的。所以你會見到呢，日後呢的聖殿的時候呢，那些祭司因為你已經腐化到個地步呢，就是說呢，哦，那人就算隻嘢隻動物 是完美的都好啦，他都會說，欸，有問題有瑕疵，你要在這裡買過，這樣那就出現很多日後的問題。但是現在講的就是這一個的，祭的成即係啊，開始成立嘅時候咧，呢燔祭開始成立嘅時候咧，所要求嘅神所要求嘅嘢嚇，咁所以必須咧就喺嗰你要帶呢嗰啲動物嚟到獻祭嘅時候咧，就係咧係要符合咧，即係啊，你覺得你認為咧係呢個最好嘅，可以拎去農展會嗰度咧去做參展嗰度，我哋叫 show off 嘅一個嘅，就俾人知道嚇呢個係幾完美嘅一隻嘅動物嚟嘅啊。敬拜的人呢，来到把这些动物呢带到会幕的时候呢，他还要按手，为什么按手在这个动物的头上面。按手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说将罪呢射到去那个，就是祭身的头上面。那么是公牛的，或者是绵羊或者是山羊的头上面，这样按手在这里。然后呢就是呢，你会发觉呢是呢自己 要去宰了他的，不是人家帮你宰的，你自己 去劏了他的。然後咧就將佢遺體咧就俾個祭司，祭司咧就會攞去咧就係俾啊攞咗嗰啲動物嘅血咧，就將嗰啲血咧就係咧就倒喺咧即係個祭壇有四個角嘅，咁就搽咗啲血喺嗰啲地方咧，然之後咧而喺個壇嘅旁邊咧，佢就將啲血咧就射咗倒即係倒喺嗰啲地方度，然後祭獻祭嘅人咧就會將呢個祭即係燔祭牲咧，就係呢個如果係公牛嘅話咧，獻祭嘅人咧，仲要將佢咧就係剝皮嘅，即係劏開，攞啲皮，攞開啲皮嘅，並將佢咧切成一塊塊，然之後咧就係咧個頭啊，同埋脂油啊，全部咧擺曬喺個壇上邊咧，然之後嚟到係燒嘅，咁啊係直至到咧完全係燒盡嘅為止。
咁獻祭嘅人咧係若果係獻一個嘅即係雀鳥嘅時候咧，我哋頭先睇到啦，係唔同嘅，即係用處理嘅方法唔同嘅。佢係交即係唔係自己處理嘅雀鳥咧，係要交俾個祭司去處理。個祭司咧就要將佢咧就係、是。清除咗內臟啊，拎整臭曬啲毛嘅羽毛之後咧，就將佢咧全隻咧就係要撕開咗佢啦，撕開佢兩橛，但係又唔可以撕斷佢嘅。咁然之後咧就要擺喺個祭壇上邊，一樣係全同呢個動物一樣，係全部係要完全去燒盡，通通係喺祭壇上面燒。咁呢一個種形式咧，我哋睇法咧就係咧聖經所謂咧一個嘅燔祭。咁就成個講嚟講，我哋都係講緊一個 procedure 咁樣啊，一個即係個過程係點嘅樣。但你會即係、就是、你喺多過程當中，如果你參與嘅時候，嗱我哋咁樣聽完之後，你會覺得係點樣呢？或者你睇完嗰篇聖經之後，讀過咗之後，你計嘅時候，你有啲咩感受呢？即、就、係、是、你能唔能夠想像到真真正正係去體會到呢？其實每一個人去讀舊約的時候呢，你都會發覺呢，就是呢，在讀舊約的時候呢，很快呢，你就會意識到一件事，意識到古時代的以色列呢，那個獻祭的祭牲呢，是一個很非常動人的場面來的。咁而是呢，相比之下呢，你想想，獻燔祭跟我們今時今日呢，我們呢，來教會參加聚會，坐在這裡的時候呢，是完全不同的。我們只是坐在那裡，可能即是他們不是在那裡的地方，以色列人不是坐在那裡去聽下祭司去講下道理，然後呢就是唱回 幾首歌。不是啊，不是這樣的，即是不像我們今時今日這樣，而是呢就是呢，他們是直接的，是主動的，是去參與在這個過程裡面。咁而呢個過程裏面呢，俾佢哋呢就可以體會到佢哋要做乜嘢。頭先我哋講到呢，就話呢，佢要第一，你要花心思，你唔可以隨隨便便話我羊群嗰度呢，我攞呢隻羊呢供羊呀，就去呀，唔係呀，或者攞呢隻牛去，而係你要花心思喺羊群當中揀一隻呢係冇殘疾嘅，係最好嘅。咁你會睇到呢，就係呢係攞嚟係去到係去獻祭嘅。第一花心思，第二花心思挑選，第二咧就係、是、咧，你仲要咧係去將佢帶到會幕咧，啊咁你即係有行動啦，要係將呢只即係祭牲咧帶嚟。咁當其時佢哋係即係住喺嗰、那個即係營地嘅附近啦，咁樣咁啊離可能都唔係太遠。咁你諗下，即係如果喺耶穌嘅時期嘅佢哋咧要係獻祭嘅時候，佢哋要帶牛帶羊。你話要用幾？即係如果你住喺呢一個遠啲嘅地方，當你係住喺伯利恆啦，你要去耶路撒冷去朝聖啊咁樣，咁去獻祭啦，你會唔會帶即係拖住啲牛啊羊啊咁樣一路去咧？咁有人會咁啊，咁啊，咁你可以想然之咧，係一個係唔係好容易嘅過程嚟嘅。咁啊，第三方面咧，佢仲要咩啊？親手自己去肢解佢。咁呢一個咧係一個好親身嘅體會，即係好嘅體會。你即係唔又你，然之後咧就將佢咧成個咧就係咧係擺咗喺呢一個嘅祭壇上邊咧，即係佢冇睇住佢嚟到係燒，然之後睇住啲煙咧一路向上嚟到係俾神喺你眼前咧嗰、那個即係嗰只祭牲咧就係、是、咧完全嘅咧就係、是、咧化為烏有啦，即係燒到啊！咁喺呢一種情況裏面咧，即係我哋就算咁，我梗係描述俾你，你喺腦海中你嘅形象啊，或者係你真係親身睇嘅時候咧，你見到你都覺得係好唔開胃，即係要咁樣去處理咁樣呢啲嘢。我正話啫，一位弟兄咧，去處理即係一啲嘢就撞到一架車嘅時候咧，即係嗰啲一隻動物仔咁樣啊，塞住喺度，佢要處理，可能都係好難受。即係你會發覺，你唔想掂呢啲咁嘅嘢嚇。咁我哋會見到咧，就係喺呢種情況之下咧，但係咧，你會發覺咧，呢一種情況咧，佢係一個生動嘅情況，係俾嗰個帶獻祭嗰個人啊，即係你帶生出嚟嗰個人咧，有一種嘅即係俾佢可以認知到咧。是他自己的罪啊，
喺係即係點嘅情況，即係佢能夠咧係將佢自己嘅罪咧，好似射咗落去俾嗰啲嘅嗰只動物個祭牲嗰度，而個祭牲係為佢嚟到係贖罪一樣。咁亦都睇得到咧，就咧係得罪咗神所得嘅應得嘅懲罰嚟嘅。即係我如果話帶呢個祭牲嚟獻祭嘅時候咧，我即時會感受到咧。即係個祭牲係代替我，係去到受咗呢個刑罰啦，即係過犯嘅罪過嘅刑罰。而呢個祭牲咧，卻成就咗呢一樣嘢。但我相信咧，睇舊約嘅燔祭嘅時候咧，俾我哋去了解到咧，神對以色列人嘅即係有一種嘅要求喺裏邊。首先咧，讓我哋咧就係開始嚟睇下咧，第一樣嘢我要睇樣嘅就係咧，未講呢樣嘢時候，我要講個會幕。咁啊，會幕咧就喺第一章裏邊咧，我哋一開始已經講啦，即係話咧，會幕咧就其實咧就係咧係啊神要設計呢個會幕，即係俾啲以色列人咧瞭解到咧，神係住喺佢哋當中啊。會幕咧就成為咧神同人之間咧一個嘅相遇嘅地方。咁喺出埃及記嘅第25章至到40章裏邊咧，你可以睇得到咧神係點樣嚟到向摩西指示。佢點樣嚟到係起呢一個嘅會幕？咁啊喺翻去你可以睇嘅25章至40章出埃及記就講詳細呢個會幕點樣建。但如果你有機會去到以色列嘅時候咧，你咧就可以咧就係咧即係去遊嘅時候咧，你可以咧嚟到呢個以色列嘅最南端嘅部分啦。咁你睇見下邊嗰個位咧，咁啊少少海啊，嗰度咧就個紅海嘅尾個北邊嚟嘅。咁嗰度叫做咧，就係阿卡巴灣嘅北邊啦，就嗰度地方有個叫以拉嘅一個港口啦，由以拉一路上去咧，係17英里嘅地方咧，就去到黃色點嗰個位置咧。呢、這個位置咧就係一個嘅國家公園，呢、這個叫Timna一個 Timna Park。Timna Park 裏邊咧就有咧起咗咧一個。嘅啊，又真實即係聖經裏邊，根據聖經裏邊個真實比例咧，就複製咗呢一個嘅會幕喺度。咁喺會幕裏邊咧，你會見到咧，即係佢哋用嘅材料咧，就係咧唔係咧用一啲嘅金銀，即係或者係真係金啊，真係銀啊嘅嚟到咧，係去到係嚟起呢一個嘅入邊嗰啲嘢。因為你唔可以，你唔會擺嗰啲嘢，咁啊，所以全部都係仿製嘅。咁咧，我哋會睇到咧，就嗰啲材料咧，就係咧嗰啲圍縫咧側邊嗰度上嚟咧，又係有7.5英尺咁高嘅。咁你會見到入邊有人喺度，啲遊客喺度啦，嗰啲遊客睇下你睇遊啲人嘅比例同埋成個嘅位置嘅比例，你會見到嘅情況。而每幕嘅闊咧就係75英尺啦，長係150英尺，面積咧大概咧就係咧。1/5個美式足球場嘅咁大，咁其實咧話唔係好大嘅啫喎，你睇下一個1/5嘅美式足球場，即係個位置唔係好大嘅啫。啊，呢一個係古代嘅以色列人咧嚟到獻祭嘅地方嚟嘅。咁喺個入口嗰度地方咧，就喺左手邊啦。咁一路入去嘅時候咧，即係個張圖嘅左手邊咧。入口嘅地方咧，你會見到咧進去嘅時候咧，個祭司咧就會係親自咧。嚟到咧係接見啦，而且咧嚟到將你帶嚟嗰啲嘅祭牲咧嚟到去驗證，喂到底呢只祭牲合唔合格，可唔可以攞嚟獻祭咧咁樣？而呢、這個咁，所以咧我哋會睇到咧，第一樣嘢你入到去嘅時候咧，你所見到嘅咧就係呢一個嘅壇啊！你見到個壇啊，即係四四方方嗰個就係啦。咁呢個壇咧，大家睇呢個壇咧就係咧。7.5英尺乘7.5英尺咧，離地4.5英尺啦。咁呢個壇咧就係用木嚟到做嘅，咁但係出邊咧就包銅，就嚟到係包住佢。咁所以個設計咧就你見到咧就係咧佢哋係下低個底個部分咧就有一個嘅銅嘅，我哋叫做隔山啦，咁即係格格嗰啲咁啊，用銅做嘅，青銅做嘅。咁有兩個圈喺下面嘅，就俾我哋有穿兩條棍咧。咁佢哋可一要搬嘅雲柱火柱要喐嘅時候咧，佢哋全部要拆曬佢，有搬嘅啦嘛。咁就係要咁樣嚟到做嘅。咁喺現代嘅社會裏，即係你會發覺咧，呢張圖片咧，跟住咧你會見到下一張圖片咧，就係咧啲祭司點樣咧嚟到係將嗰啲祭牲咧嚟到係去燒啊。
然之後擺喺呢個壇上邊咧去燒佢哋，而燒直至到燒到佢完全燒盡為止。咁你發覺咧，空氣裏邊咧喺附近咧，空氣咧嚟瀰漫著一種咧就係燒肉嘅味道啊，燒焦嘅味道嘅。喺現代嘅社會裏邊咧，我哋好難想像得到嘅。你去街市去買餸嘅時候咧，你即係我哋喺超市買餸嘅時候咧，所有嘅肉係咩啊？咁有個盤，發泡膠盤裝住肉，然之後咧就保鮮紙就包好曬咁樣嘅。即係我哋好難去想像咧，喺以前舊時嘅社會裏邊咧，佢哋係點樣係去即係嗰啲即係宰殺呢啲嘅即係動物嗰種文化。咁除非啲人咧喺屠房裏邊咧嚟去做工作嘅啫。咁但係即係你諗下，真係好少人係喺呢啲屠房裏邊做工作啊，先見到呢啲真真正正點樣嚟到係去宰殺呢啲嘅牲畜。所以咧喺以色列人。即係每一日咧，喺當其時咧，佢哋都會睇得到咧呢一種嘅景況。而我哋今時今日嘅現代人咧，見到呢場景咧，我哋就覺得好唔開胃。哇，痛！即係你諗下，可想而知，如果喺入邊咧，即係日日都會係有咁嘅屠宰嘅時候咧，即係嗰度地方又好似血淋淋咁樣嘅，即係有啲咁嘅情況嚇。咁啊，即係我哋會覺得好唔舒服嘅。但是我哋要想想，就算我哋今日所食嘅肉全部都要经过一个屠宰嘅过程，我哋先至有肉咧喺屋企可以先有肉。咁好啦，咁我哋讲下咧，就系咧，到底咧呢一个嘅燔祭系几时先至咧会系有呢一个燔祭咧？咁样嗱，根据民数记二十八章里边咧，即系咧对以色列人嚟讲咧，佢哋咧每日早上咧日出嘅时候咧，同埋咧每日黄昏日将要黑之前咧，佢哋都会献上即系呢一个嘅燔祭，咁咧就系献一只公嘅绵羊咧。咁每日咧就系三次，唔系 sorry， 每日两次咧，即系一早一晚啦，献一只公嘅绵羊。咁每一个星期咧，每一周咧，佢哋咧即系咧喺安息日嘅时候咧，安息日即系佢哋嘅第六日咧嘅時間咧，佢哋咧就會係獻一兩隻嘅公嘅羊羔，即係綿羊羔。然之後咧就喺每個月嘅時候咧，以色列人咧亦會向耶和華嚟獻呢個燔祭喎。個祭品咧亦都咧包括咧係包括咩咧？係有兩隻公牛、一隻公山羊同埋七隻公綿羊。而每年咧逾越節嘅時候咧。你想每年的时间逾越节、吹角节、赎罪日、住棚节还有呢五旬节都是呢会献这个燔祭来到是献给耶和华神。但确切的祭品呢其实呢就按不同的节期呢有少少的分别。但通常来讲呢都是呢献两只的公牛、一只公山羊、七只公绵羊。旧约的以色列呢人的即獻祭呢同我哋即佢哋以前呢就要守呢一個嘅神所頒俾佢哋嘅律法。但喺新約嘅時候呢佢哋再唔使嚟都係守呢一個嘅即舊約嘅律法，因為咩呢？因為我哋主耶穌呢已經為我哋呢嚟到成就咗成為一個嘅祭牲，所以咧根本我哋唔喺我哋新約時代，我哋就冇咗呢一樣，即係要守舊約呢一樣嘅話，要律法呢一樣嘢。但我哋知道咧，就係咧我哋只係需要咧係相信耶穌，我哋嘅罪咧就已經咧係得到赦免。喺約翰福音裏邊咧，施洗約翰咧見到耶穌嚟到行嚟佢嗰度嘅時候咧。咁施洗約翰咧就對耶穌咁講，佢話：看啦，神嘅羔羊除去人嘅罪或者背負人嘅罪孽啊。而且另外咧寫呢個嘅約翰福音嘅約翰咧，佢年老嘅時候咧，佢喺啟示錄嗰度咧，佢有個異象，佢點講嘅話咧？佢話：我又看見寶座有與四活物並長老之中咧，有羔羊站立啊，像是被殺過的。咁啊，啟示錄呢個五章六節裏面嘅前後經文咧，我哋可以揾到咧，就係咧，知道咧呢一個咧，即係羔羊係指邊個咧？就係指我哋嘅主耶穌，佢係被殺，而係咧為我哋嚟到係去贖罪。耶穌雖然咧係咧
冇好似呢個舊約裏邊咁講話燔祭攞去燒咗佢啊，即係咁樣冇冇從冇咁呢樣嘢，而係咧佢卻係咧被掛喺木頭上邊被處死，代替我哋嚟嘅罪過嚟到係去贖罪。咁到底燔祭係啲咩目的咧？我哋大家睇下。燔祭目的咧就係咧呢度咧，我哋會睇到咧就係咧，你會睇到咧啊，睇翻呢個利未記一章嘅時候咧，全章咧都係講一個過程嚟嘅，即係點樣係去處理呢個燔祭。唯有第四節裏邊咧講及咧，有一節咧俾我哋一個提示，佢話咧他要按手在燔祭的頭上，呢、這個他係指呢一個嘅啊攞供物嚟嗰即係嗰個那個人。燔祭是便蒙悦納為他贖罪。燔祭是一個是甘心祭來的，就是呢是一個 volunteer， 就是你自愿的，不是要求的、這個啊、但是呢裡面也有一個含義呢，就是一個有贖罪 的含義在裡面、事實上呢在第九節尾我們可以看到呢，第九節尾和第十三節大家看到呢，就是呢就按手在那隻羊的上面。在十三節尾那裡有第九節的尾部分，十三節尾部分和十七節的尾部分都有一節相同的經文，這樣說他說呢，我們看到就是呢祭司就要把一切全部都是燒在壇上面，當作燔祭，是獻與耶和華為馨香的火祭。這一句的經文呢俾我哋即係睇得到咧，意味著咧神咧係咧滿意嘅，神係悦納嘅，神係接納咗人嘅獻上呢一個嘅祭，神喜悅呢個燔祭咧，當然咧係咧就係咧唔係話喜歡呢一種燔祭燒肉嗰啲味道啦。咁你諗下，我哋去barbecue我哋燒嘢食嘅時候，燒肉嘅味係咩味咧？咁啊初初你會好聞嘅，咁但係咧你諗下，如將一嚿肉咧燒到變成炭啊，咁嘅時候咧出嚟嗰啲係啲咩味咧？如果我哋屋企煲窿嘢燒啲嘢即係啲肉咧燒窿咗嘅話咧，我哋第一時間做乜嘢？即刻梗係開窗啊，開抽氣扇啊，開風扇啊，咁啊，總之整走曬啲煙嘅啦。我哋唔想聞嗰啲味道。但係呢度咧就係咧個耶和華神咧卻係好唔一樣啦，佢喜歡呢一種味道嘅背後裏邊所代表嘅嘢，呢種味道背後，即係散發出嚟味道背後所代表嘅嘢咧，就係佢嘅子民嚟到佢面前，曉嚟到佢面前嚟到敬拜，代表著佢嘅子民咧，能夠照佢嘅意思去做事，即係佢頒布咗呢一樣嘢，曉喻咗出嚟，佢嘅子民肯去咁樣做，代表著以色列人咧。開始嚟到係咧瞭解到，即係佢所定嘅嘢，又係去了解到呢一種行事嘅方式。咁啊，加拉太書三章廿四節嗰度咧點講咧？佢話咧，律法係我哋蒙訓悔嘅師傅，引導我哋咧引向基督裏邊。而燔祭卻一次又一次嘅咧嚟到係咧表明咗咧，我哋係需要我哋嘅耶穌基督。新約稱呢個舊約嘅獻祭咧為一個影子啦，而呢一個影子咧卻帶我哋咧係去咧係朝向去耶穌基督嗰度。咁讓我哋睇下咧，到底咧個燔祭裏邊我哋學到啲咩功課啊？今次啊，咁第一樣嘢我哋所學到嘅嘢咧就咧敬拜咧係一個即係係要係一個昂貴嘅。其實燔祭就是那些人来到这个会幕的时候呢，他是来敬拜神。敬拜是昂贵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呢，我们呢就不要低估呢，就是这些祭牲的价值。当然燔祭每年即是入面呢，就是讲到呢每早晚，每日的早晚，每个安息日，即是每个星期，每个月，每年，所以举行的燔祭呢都是呢，你发觉呢讲这么多呢都是为着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即是来到是向神的一个的敬拜来的。唯独利未记第一章里面呢要处理的呢就是呢我们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去处理一个个人来到神那里呢来到是去敬拜。利未记一章二节那里这样讲，他说呢
你哋中间咧有人献呢个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嚟到献呢、这个啊牲诶牲畜为呢个供物。睇嚟即系一句你读完就好似冇乜特别平平无奇，但喺个时代里边你睇到咧献一头牛啊。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里面去看的时候呢，是非常之昂贵很贵的东西的。这头牛呢就在农场里面呢是一个真正的帮手的。最帮得惹你手的那个就是这头牛。而它是会耕田，也会拉车，也会孭很多重东西。但换作今天来讲呢，我们看看我们没有牛牛在这里的。那可能呢你就 有一架 pickup truck。呢架 truck 咧就係咧，即係呢個呢一架嘅，即係我哋叫小卡車啦。呢個小卡車可以咧就係幫你咩咧？幫你拉一個車廂啦，咁啊可以啊運貨啦，幫你運木材啦，幫你去接送家人啦。咁你諗下，你感受一下咧，就係咧想大家去感受一下，到底即係嗰個犧牲嘅代價有幾大？咁你試想一下咧，就係咧呢個小卡車。我哋將呢個小卡車嚟到係代替個牛公牛呢個字咧，將佢哋擺落去經文裏邊咧，你去點樣去睇下？嗱，你會咧就等大家可以領會到咧，即係呢一個係幾咁昂貴嘅嘢。嗱，如果我哋咁講話咧，就係咧話神係咧，即係啊要啊唔要一架咧，就係咧你已經行咗一架150,000里嘅車啊，你唔好攞嚟到係做獻祭啊！啊！你嘅150,000嘅车咧，已经系咧有毛病嘅，有好多毛病嘅，啊，唔适合咧攞嚟去做嘅时候。若果套用第三节咁讲咧，话呈现嘅人咧要系咩咧？你要揾一架咧系今年最新款嘅 pickup truck 吓、啊，然之后咧就系、是、咧更加咧呢一架小卡车咧系咧唔能够咧有刮花，又唔能够咧有撞有撞裂嘅，啊，要无瑕疵嘅。啊！而亦都呢架車唔係檸檬車嚟嘅嚇，咁啊要係將佢咧嚟到帶到去呢一個嘅即係祭司面前，咁你就要咧用手咧按喺呢個車頭蓋上邊，然之後咧一把火就將佢咧就燒咗佢，會唔會咁做咧？當然冇人咁做啦，咁樣嚇。咁、啊、當我哋即係其實我哋睇下車係唔等同於牛啦，兩樣嘢，亦都咧我頭先咁講係完全唔符合聖經啊！你知我只係做一個舉例。即是用一个价值来做一个比较，想你去了解呢到底呢这只牛呢在一个以色列人的心目中，或者今日一个在农村里面的人他屋企的即那个价值是多大。中国人呢就是拜祖先，我们即传统就拜祖先，我们还聪明就是说呢我们晓得什么纸扎扎回个 BMW 出来拿去烧。你有冇見過咧？即係我自己係從未見過有人咧真係買架真車就去燒咗佢啊！唔會有咁樣嘅情況嘅，你會見到啊！但對耶和華神嚟講咧，呢度咧俾我哋真正即係睇到到咧，佢係要求以色列人係去獻佢哋最深愛嘅同埋最昂貴嘅資產嚟到係擺上。撒母耳記下咧記載咧，大衛咧就係咧。想去咧，就係起一座嘅壇嚟到係為耶和華嚟到起一座壇嚟到獻燔祭。咁佢咧就咧同呢個咧耶布斯人呢個阿勞拿嚟到係去講。咁即係你話呢個阿勞拿咧就咧係佢咧就咧係就願意咧就將呢一個即係禾場咧就係咧送俾呢個大衛，或者你就俾埋啲牛佢。但大卫点讲咧？佢话咧，佢就咧大卫一口就拒绝佢阿卢拿嘅好意。大卫点讲？佢话唔得，我一定要按呢个价值嚟到同你买。我唔肯嚟到系用百德之物，圣经咁讲啊，百德之物嚟到系作燔祭。即系咁，你谂下，如果阿卢拿俾你场地又系俾你整落去，个情况系咩啊？都系阿卢拿啦。咁所以大卫咧。佢唔肯啊！佢話係我要用錢嚟到買翻嚟，呢個屬於我嘅，我嚟獻俾神啊！咁啊，大衛咧就用咗咧50舍勒嘅銀子咧買了呢個禾場同埋牛。咁同樣咧，我哋今日咧嚟到主面前敬拜嘅時候咧，就好似大衛一樣敬拜，我哋係需要付上一個好大嘅代價。有好多人聲稱咧自己咧係一個咧跟隨耶穌嘅人，但然而咧。
我哋好，佢哋咧就好多時候咧，都係咧喺方便嘅時候咧，我哋先至嚟跟隨基督。啊，佢哋要錯過咗崇拜，錯過咗即係因為錯過咗崇拜，因為咧今日唔方便，佢哋會錯過咗機會去到侍奉，因為喺生活上邊我哋有好多唔方便，唔去侍奉。嗱，佢哋會錯過咗奉獻嘅機會，錯過咗神對佢呼召嘅機會。錯過咗，即係呢個咧係啊，即係佢哋會等到咧，就係會覺得咧，我而家唔方便，等到遲啲方便嘅時候，我先至係去回覆翻神對神嗰個承諾。啊，其實咧，誠然咧，呢個嘅敬拜係一個昂貴嘅呢一樣嘢，豈唔係耶穌對佢跟隨嘅人咁講咩？耶穌點講咧？佢話咧喺馬可福音嗰度咁講嘅話，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嚟到系跟从我。嗱，保罗咧就咧咁讲咧喺呢个嘅哥林多前书咁讲嘅话，因为我哋系用重价买翻嚟嘅，所以我哋要喺系，所以系要喺我哋嘅身子上边去荣耀神，并且耶稣替众人死，系要叫嗰啲活着嘅人咧唔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佢死而复活嘅主嚟到活。我们的主耶稣是对我们要求很高，是要求我们真的所有的，但我们愿不愿意好像这个罗马书这样说，是说我们每一天是当作活祭这样来到是献给神。第二方面，我们所学到的功课是什么呢？浪费这个的是敬拜，看来好像是浪费一样。利未記第一章咁講咧，講到呢個燔祭嘅模式咧，係唔係要求兩全其美？唔係咧話咧，一方面咧你可以攞去獻祭俾神，另外一方面咧你可以留翻落嚟，留翻落嚟食。嗱，咁咧所有嘅奉你呢擺上嚟呢個燔祭嘅牲咧，全部都係要去燒盡嘅。燔祭同其他祭唔同咧，其他祭咧包括呢一個嘅素祭啊。平安祭啊、赎罪祭啊、赎显祭咧，系可以咧，系咧一部分咧系烧咗佢嘅嚟到献俾神，一部分咧系留翻落嚟咧系俾祭司食嘅，或者系咧俾翻嗰啲即系参与嘅人去食嘅。你一个燔祭咧就献呢、这个系我哋知道咧，燔祭系完全烧尽，系净系俾神嘅。呢个燔祭系完全系俾翻神。所以通通咧都系要烧尽，而系咧我哋可以睇得到咧喺一章嘅九节同埋第十三节嗰度咧，都系咧讲有同一句说话，就系话咧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呢、这个就系燔祭。经文俾我哋睇到一个咧里边咧睇到一个概念咧，就系咧话咧原来咧燔祭咧系好浪费嘅。嗱，若果我哋想谂下，我举一个例啦。男人對男人嚟講咧，其實買花咧，其實可以係好浪費嘅。佢會覺得即係一般人你自己心諗係咪啊？你發覺買花係好浪費嘅，買咗冇幾耐，即係我哋會唔會有買花嘅？有啲人咧，不如喺人哋嘅前額嗰度摘咗啲花，就攞去送俾老婆啊嗰啲咁樣啊嗰啲咁。點解咧？因為佢覺得浪費，咁啊起碼都佢都做咗啦嚇。咁但係咧就係咧，我哋要睇下一樣嘢，花咧就可以咧摘咗，即係種喺度咧，佢可以開花之後咧，佢可以一兩個禮拜都好靚，但係過咗之後咧，佢就會凋謝，去枯萎。但係點解啲男士咧仍然咧係會係買花嚟到送俾女朋友咧，又會買花嚟到係送俾佢嘅太太咧啊？因為佢係咩咧？佢想取悦佢啊嘛，想令佢開心啊嘛。因为我哋做男士嘅，我哋晓得一样嘢，就系话咧，原来咧，我哋肯浪费嘅时候咧，就系一种情感嘅表达啊！呢种情感嘅表即系达咧，就系令到我哋嘅女朋友，或者系令到咧，就系咧，你结咗婚嘅，令到你嘅妻子啊，咁咧就系咧，系咧，又感受到一份嘅幸福同埋快乐，比起咧即系浪费金钱咧去买花咧，显得更加重要。咁所以嚟讲咧，我哋一样，同样一样，即系神睇呢一样嘢都一样，即系晓得去攞呢个祭物嚟到喺神面前去献祭嘅时候咧，系讨神喜欢嘅。
對於這個嘅，即係其實咧喺啊教會以外嘅人嚟睇咧，你會點睇咧？佢哋可能會認為我哋做基督徒嘅我哋傻啊！你呢啲人，個個星期日早上你嘥花咗成個早上嘅時間，話翻去教會嚟到係去敬拜啊！每個星期日咧，你都咧即係啊，都係咁做。而且咧，唔單止係咁，你仲捐錢咧，就去教會俾呢一個機構。而呢個機構咧，嗱好多教會咧就係咧一個禮拜裏邊得一日咧係最多人用嘅，其他個六日咧就冇乜人用嘅。嗱，我哋教會係唔同嘅，即係差唔多用到盡。咁你諗下，如果出邊啲人會點睇啊？誒，佢哋嘥曬啲錢啦，起咗個教堂喺度，其他即係一係六日裏邊你都唔會用，真係好浪費。啊，點解又要支持一啲機構咧？用你嘅錢咧，然之後咧，仲喺外國裏邊咧做一啲嘅即係工作咧，咁誒去幫其他人咧？啊，又係咧，你自己仲要花時間去到咧，係去滿足人哋嘅需，即係人哋嘅幫人哋手，滿足人哋嘅需要，真係浪費咗好多嘢啦！唔通你冇嘢做咩？冇更好嘅嘢做咩？啊，星期日日要翻嚟呢度做崇拜咩？出面啲人會係咁樣諗，但你有冇諗過呢樣嘅耗費，豈唔係咧？即係敬拜，即係神，我哋向神敬拜嘅本質咧？有一個例子要講俾大家聽，就係當呢個挪亞時期咧，洪水過後咧，挪亞咧就出咗方舟啦。神咧嚟到俾呢個挪亞個命令咧，就對呢個挪亞咁講咧，佢話：凡所有血氣嘅活物咧，飛鳥啊、牲畜啊、一切爬行嘅昆蟲啊，都要帶嚟呢一個嘅帶出嚟，然之後咧使到佢哋生養眾多，大大興旺。咁不久之後咧，挪亞咧就咧為呢個耶和華咧就起咗一個壇，然之後咧用各類嘅潔淨嘅牲畜啊、飛鳥啊、同埋呢嚟到係獻為成為燔祭。咁即係話咧，你就可能會問一個問題啦。喺呢頭咧就話咧叫你哋生養，叫嗰啲動物生養仲得，嗰頭咧你就攞翻啲動物嚟你哋燒曬佢咁樣嚇。喂，講唔通喎，顯得好似好浪費喎嚇。咁但係我哋睇下接落去經文講咩咧？接下去經文咧啊，我冇擺到落嚟。咁講佢話咧喺八章二十一至廿二節咁講，佢話耶和華聽聞到即係呢個燔祭馨香之氣之後咧，心裏就話咧：我唔再因為人嘅緣故嚟到係咒坐地。聖經咁講，佢話人從小嘅時候咧，心裏都係懷著一種嘅惡念，即係都會係咁樣行。但我而家咧唔再因佢哋咁樣嘅情況咧係發嬲，而係地咧就會存留咧，即係繼續有收割啦，有寒暑啦，有冬夏啦，有晝夜啦，又永不止息。但換句咁話講咧，就係咧挪亞嘅浪費嘅呢個嘅喺呢一個祭牲嘅，能夠係令到咧神係開心嘅，平息咗神嘅怒氣。而且咧，係我哋會睇到咧，就係咧呢一樣嘅佢哋所做嘅嘢咧，係帶嚟俾一個好處，即係神喜悅嘅時候就帶嚟人有一個好處，就係以挪亞咁樣做嘅緣故，以至日後我哋今日嘅人咧都能夠享受到呢一份嘅好處。第三方面要睇咧，就係咧呢一個嘅敬拜係一個重重複複嘅。在典型的即以色列人生活当中，燔祭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你想想在个会幕的四周围，他们安营，他们呢会看到不是个人呢都可以看到这个云，即在会幕里面去怎样去都是宰杀，当然他们会去献祭，每天你都不会去看到这样东西，但唯一一样东西他们看到就是呢在个祭坛上边咧升上嚟嗰啲烟，佢哋会睇到个远远，佢哋可以睇到，因为佢哋住喺附近，佢哋可以睇到啲会幕冒起嘅烟，而呢个烟咧提醒佢哋咧，神系对佢哋要有要求。神要求系咩咧？神要求系要有流血，人嘅罪先至能够可以得赎。但让我哋唔好唔记得咧，就系咧神系圣洁嘅，我哋系有罪嘅。人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先要处理自己好自己的罪。我们必须要是有一个赎罪，而这个赎罪呢，这个罪的公价是一定要去付上。而献这个燔祭正正是告诉我们，
在獻呢個呢啲祭牲嘅血裏邊咧，卻係有個贖罪喺裏邊。嗱，最終咧，我哋知道咧，係耶穌基督嘅寶血嚟到係洗淨我哋。耶穌只係一次嘅流血咧，就幫我哋咧，就係咧係唔需要咧，我哋咧而家下咧係成日係好似以色列人咁樣嚟到係去到係獻呢個燔祭。我哋可以睇得到咧，就係咧，我哋要經常去回想。係睇到好似以色昔日嘅以色列人一樣，當你睇到呢啲雲柱，呢個煙柱嘅時候，即係啲煙霧咧，即係喺個祭壇升起嘅時候咧，你就會睇得到個寬恕就喺嗰度地方。同樣，我哋一樣，我哋每日都係咧需要係去睇到，去回顧翻我哋嘅救恩係喺邊度地方得到成就，就係耶穌基督喺我十字架上邊為我哋去成就，而我哋要曉得。啊！呢一樣嘢就值得我哋係向神去感謝，亦都係好似以色列人一樣，每一日佢可以睇得到呢啲嘅喺個祭壇上邊燒上嚟嘅煙霧一樣，神係悦納我哋。讓我哋一齊做一個嘅祈禱。真愛主，我哋獻上感謝你，多謝你俾我哋有機會嚟到係去睇呢一個你嘅話語，讓我哋喺你話語當中去更加明白。曉得你愛我哋嘅珍貴，曉得我哋喺你裏邊係得著一份嘅寬恕，而且能夠與你親近。多謝你啊，俾我哋呢份救恩，禱告祈求，奉教救主基督耶穌名求， Amen。 好，我將時間交俾阿牧師。好。再一次歡迎大家啊！喺現場嘅弟兄姊妹，或者喺網上嘅弟兄姊妹，嚟參與我哋呢個嘅敬拜。知道呢個敬拜咧，真係唔係必然嘅。我哋真係有生命氣息嘅時候，我哋必須要敬拜。如果你係新朋友嘅，第一次嚟到我哋教會嘅，如果網上嘅咧，可以用呢個掃呢個二維碼去登記，等我哋去認識你，同埋介紹教會俾你認識。如果你在場嘅，喺我啲手邊如果有嘅，你舉手，我哋又好想歡迎你，好想同你。呢邊有冇？呢邊咧有冇第一次嚟到嘅？哦，冇唔緊要啦嚇，我哋希望大家繼續去邀請朋友嚟到我哋當中。好啦，我哋都係啦，疫情當中咧，我哋繼續係祈禱啦，希望呢個疫情過去啦，同埋亦係要我哋都係要防疫嘅，要戴口罩。咁啦，記住啦，今晚咧我哋有一個月一次嘅廣東部嘅祈禱會視像嘅7:30。如果你話我唔知點上嚟喎，咁啊可以 send email 俾我哋牧師或者點樣教會，我哋會再俾個即係個連結俾你，你可以上嚟。到時今晚嘅7:30。咁啦，成日主日學啦班咧，我哋已經即係開放咗噶啦，開始有實體有兩堂啦，其餘嘅咧有即係有啲就係網上嘅實體兩樣都有嘅都有，大家可以。就自己個時間去參與唔同嘅主學嘅課程，同埋出邊都有份有張嘅喺嘅，即係呢個一個嘅呢個 list 喺度嘅，大家可以可以睇出去。如果完咗崇拜，出去台面嗰度攞一張去睇下，睇下邊張係適合你嘅。咁啊，浸禮班啦，上個禮拜過咗啦，係11月，我哋有浸禮班。咁咧呢個 Run But Worship 咧，就大家都可能唔係好清楚啦。咁啊，呢個咧，呢個嘅敬拜咧，就係我哋教會同其他呢個阿里米達附近嘅教會一齊嘅聯合一個嘅敬拜嚟嘅。咁啊，喺10月17號嘅星期日嘅下午3:00喺我哋教會。咁呢個咧就係唔係淨係我哋華人嘅，係跨越種族嘅。點解叫 Run But 咧？其實真係好清楚講到啦嚇。頭先講到個獻祭啊，獻生物，獻呢啲動物咧。獻祭點解要成日都要獻嘅咧？咁因為呢個嘅只係一個禮儀嚟嘅，其實真係唔能夠贖罪。只有耶穌基督嘅寶血，一個嘅獻出一次嘅寶血就可以贖罪。所以這個呢個咧，耶穌嘅獻祭咧就一次過，同埋咧將我哋人類咧原本係分散嘅，就將我哋不分種族、不分性別、不分年齡、不分各樣嘢，我哋。已經是主裏邊成為一體嘅，所以咧，我哋今次咧係同埋其他教會咧，有啲嘅西人教會啊，包括可能有西班牙人啊、Hispanic 啊，或者黑人啊，咩種族都可以參與嘅。我哋係咪藉呢個機會咧，去喺呢個嘅
即係而家呢個咁混亂嘅世代裏邊，我哋能夠基督徒能夠團結一齊去見證神嗰個嘅恩典嚇。我哋咧呢個 worship 咧，仲有一個咧特別就係我哋嘅praise team咧，教會嘅praise team係負責嘅。咁啊就俾下睇下睇俾人睇下我哋華人點樣敬拜。咁我哋就希望咧弟兄姊妹能夠參與呢個呢個聚會啦嚇。嚟緊10月17號3:00。咁啊，就係啦，我哋招請義工啦，希望大家如果係願意係侍奉嘅啊，即係我哋都好願意大家能夠參與啊，可以揾 Kenneth。咁呢個就係一個嘅10月30號嗰個義工啦，都係可以都係邀請大家去參與嘅。咁樣去呢變咗咧，啲小朋友咧有一個嘅正當嘅一個途徑去慶祝啦啊，唔係淨係。扮鬼扮馬啊，或者嚇人啊嗰啲嚇，呢啲有個好啲嘅一個嘅慶祝呢個萬聖節嘅日子。咁啊，我哋奉獻啦。咁我哋而家咧，我哋就唔會收奉獻噶啦。我哋有一個奉獻箱喺後邊。咁如果大家完咗崇拜咧，可以喺後邊就將啲信封放入啲奉獻箱入邊。喺網上嘅，或者你話或者我中意用呢個網上奉獻喎，咁呢度有個二維碼，大家可以送入去，或者上網都可以做嘅，咁樣有唔同嘅方式去可以奉獻嘅。咁喺聚會差唔多結束前咧，我哋先大家起立，我哋唱一首詩歌嘅。高山震动，潮浪。
你是我唯一的依靠，来到你跟前宣告，你是我神我力量，你是我的山寨，是我保障，是我拯救，你是我唯一的依靠，纵使几改变，高山震动，潮浪虽翻腾，盼望，我仍要宣告，你是我的依靠，你是我唯一的依靠。崇拜，亲阿爸父，我哋感谢你，感谢你俾我哋主日里边，我哋弟兄姊妹到你嘅殿中一同嘅敬拜你，知道呢个敬拜系主你悦纳我哋一个嘅途径，让我哋真系能够好似旧约圣经所讲嘅，我哋愿意全然嘅献上我哋自己，以致我哋所献嘅，我哋系蒙主你悦纳，就好像主耶稣你啊指出嗰个穷寡妇。将两个铜钱的献上，是他一生的积蓄献上。今天我们作为你的信徒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全然的献上呢？我们的奉献是不是真的只是表面的奉献呢？为什么我觉得是我们是尽心尽力的是献出来，以致我们觉得哇献得实在太多，我们有没有感觉呢？如果有的，感谢主你，你让感动我们，叫我们能够全然的献上，让我们真的不只是将金钱献上，更加将我们全人献上，被神你使用，让神的国度继续彰显。感谢你给我们有敬拜的时候，让我们散开脚步，我们回到这个社群当中，我们继续去侍奉你，去荣耀你。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赖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